0403强震后，吉安乡获得来自海内外各县市国际社团及善心人士挹注善款，关怀乡境弱势灾户。第一阶段总计获得285万5千元善款。而吉安乡公所特别针对红黄单以外，向县府申请一般住宅修缮家户有571户，每户发放5000元以及一包圣能宫捐赠的爱心米，希望让受灾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0403强震后，吉安乡获得来自海内外各县市国际社团及善心人士挹注善款，要关怀弱势灾户。第一阶段总计获得了285万5千元。吉安乡公所特别针对红黄单以外，向县政府申请一般住宅修缮家户有571户，每一户发放5000块钱，还有一包圣能宫捐赠的爱心米，希望让受灾乡亲早日恢复正常生活。0403灾后的一个关怀，持续挹注吉安，再次针对于未贴单户修缮补助，在县政府列册有案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户，因为修缮的经费很大，补助的经费呢，挹注的力量无法完全到位，所以我们这一次针对571户的这样的一个关怀户来送我们的关怀，同时挹注了信众大德的爱心，带来了平安关怀米，希望这是一份支持额外关怀的力量，让他们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健康平安。吉安乡公所是大家的大家庭，希望我们能够继续的来挹注未来的每一天的一个关怀的一个行善能量，也带来乡亲一个最好的依靠的后盾。乡长尤淑珍表示，来自全球各县市的爱心资助，让吉安乡民不孤单。后续振兴之路还很漫长，乡公所会整合各界能量，来帮助需要被关怀的民众。谢吕慧，吉安乡报道。